早上啊，我们坐在面向太阳的位置，那各位就可以看到阳光下的雾状区，这就是所谓的雾状区的来由。然后我们再看，把镜头转到雾状区的旁边，光快消失的时候，哎，看到了色彩。色彩跟雾状呢，它有交叠的部分，有一部分交叠在一起。你再看天空颜色也会不太一样。再来，我们太阳慢慢消失，太阳到了对面呢，你就会看到叶子的反光区。所以实际上的色彩是呈现在哪里？是呈现在光快消失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们现在照的这一块地方。